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的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演讲，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谢谢。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很欢喜，因为有你，咱才会成功。大家我很清楚，秘书长有跟我们交代，4000个要到了，大家有要介绍你的朋友来啊无啊？很感谢啦，这就是说，你有这个福气来这上课，你也爱把这个福音传给你的朋友，跟你的亲戚好朋友，都叫他们来。这样，咱的成功更加紧会到位。今天啦，因为高级班，我要先介绍咱的服装。咱的服装啦，因为高级班拢有机会去参加咱的周礼，也是敬礼的活动，但是你必须要穿服装出去，这就是咱出来就代表咱的精神，所以服装很重要的，拢是黑色的。有的吼，莫去买唔到，因为真济东西嘛，去买迄个要做啥？空的啦。有的唔知影咧，你安尼讲啊，这都是属于黑的。事实上，咱爱买正黑的啊。啊，那空的吼，买空的吼，买进来迄到厝的。我白穿，若要参加活动，你就去换一个黑的来。吼、哦，这爱甲大家讲，我爱穿这个帽啊。这是咱的标准的服装啊，领带啊。现在咱无规定啦。你高兴要换多一色，拢无要紧。哦，这无规定。啊，那要去日本，要去靖国神社，哦，靖国神社，啊，是要去见天皇，咱就会统一领带啦，通常啦，咱啊要去参加咱台湾民政府会提供送你一条领带。哦，这我甲大家说明啊，因为第一届甲第四届啊，已经4年啊，我拢有去参加去拜靖国神社加。这个天龙12月20日加12月24日，这5天啊，这4年来拢在日本。是安怎？咱这个旗啊？会在入日本天皇的皇宫里面是怎样？很清楚啦，你如果怕说
甲大家介绍讲，咱台湾的正确的历史啊，我要讲会甲你反叛，会甲你讲啊，迄无影无一只，我就叫因讲，你来上高级班、初级班、高级班，你才来参加十二月啊。二十，咱要过去，啊来拜啊，这里叫做天王。这个旗啊，从来第一年立不起，上头啊要立起啊，因无清楚啊，外口那所谓两个检查哨，两关啊，要入要啊，迄、那个叫做。天皇的大的所在有两个，有两关啦。第一关，看你有炸较长的物件哦，较迄类诶，咱就要举这支旗啊，讲哎，这支甲阮的无同款，哎，这支才会使入去。啊，咱拢举两支嘛，啊，手有拢举两支的，讲啊，这支袂使入去，啊，干那这支会使入去，讲。第一回面特别是安尼呢，啊，阮甲讲，阮是台湾民政府呢，啊，你卡电话去皇宫，啊，问看卖咧，问问下讲啊，安尼啦，即支我会使入去啊啦，啊，所以讲，咱当年拢入去，所以讲，这就是啥，这是要甲大家讲。你若不是伊的臣民啊，啊，这个会得入去啊未？绝对袂杀你嘛！那讲举一支，别个旗啊咧，家拉遐咧，咧拄下咧，家因拄下咧赢。第三年，嘿，咱民政府的旗啊是这支哈。我甲大家讲，第三年的时啊，我看到伫内底啊，看到一个，我是台湾去的啦，三只鸡啊，伊一直伫内底啊，去到遐，伊讲安尼骗起，安讲。伊也要翕一张啊，讲要甲咱无，咱是拢压伫面顶的呢。啊，伊安怎呢？伊安尼骗起来，伊也无这个机构啊啦，干那翕块，迄个啥布啊吼，压安尼压伫压啊，伊伫啊咧翕相啦。啊，这就是咧作秀啦。啊，安尼我讲到这，我迄我是有台湾的。诶，图内底，安尼作秀，啊，我讲到遮就好，我去看者讲，啊，哪会安尼？你毋着我做一团啊，甲咱共款八岁啊，来去压民进党的旗啊，都安尼赢，因迄支都袂得入袂嘛？啊，一个安尼，伊只举起来，安尼啊，叫人家翕一张，安尼。这话咧翕爽诶，就对啦。哦，这就是你甲大家讲吼，互大家清楚。啊，这是我着亲身参加四年来所看到诶正式诶情形。啊，所以咱诶论述是100%正确诶。那无安尼？咱直接四年外呢，为第一期开始啊，甲即嘛啊，敢有人咧来甲咱吵？上头啊，大家我足担心咧，厝诶人。伊若足惊赢的啦，
啊，当然，迄个时阵，秘书长去找我的时啊，我都甲答应啦，拢没有后顾之忧。噶起码，我拢伫遮，啊，那无互人杀去啊。有啦，一挂朋友吼，咧讲张教授啊，啊，你卖咧变遐有空无算的啦。伊甲你讲，我一个我真优秀的学生，伊学习学术上我不错，甲这个做实务的工作也不错。我去请伊讲，啊，这个就来，伊讲老师啊，政治还是爱看拳头母，你知影无？那拳头母讲叫做实力啦，啊，伊无了解啊，我是干来讲啊，你来去啊，摕资料好看，啊，伊就甲你讲，欸，政治爱看拳头母呢，啊，咱安尼，咱要安怎搁甲讲落去？我甲讲，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你相信无？伊大嘴开开啦，我唔敢甲佮讲落去。一个知识分子，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你若袂晓看，袂晓想，迄拢假啦。迄拢读册，我拢读起啦。唔是咱遮个讲，法院是啊，国民党开的呢。啊，这就是史水都家己讲出来啊。啊，实际上都安尼，伊袂使讲，你往政府的法院甲美国的法院咧。同款的啊，做啊定论，安尼都唔对啊！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爱看清楚，因为咱看到这些资料，这是确实的嘛，啊，确实的，咱咧惊啥物？拳头母，咱后边迄个拳头母啊，足大啊！大家唔知啊？这个例子也无，大家去搁去思考这个例吼。啊，美国迄个叫做啊，圣公伊迄个圣公迄个空房的制度，伊迄个圣公造迄个等于是造迄个叫做间谍机啦。一般讲吼，拢出去拢去翕一挂有诶无遐吼，即嘛，伊迄阵啊有人啦，吼，啊，去伫南海，咱迄个海南岛去哦，中共夹落去啊无？有啊无？有这个事件啊无？啊，落去了后，国务院要求讲，伊爱人质啊，爱甲咱放转去，要求讲啊，人质啊。啊，跟我们啊，因啊，中国讲嘿，啊，恁都来这里敢翕相，阮家里了的，伊不爱插伊啦。到尾安怎讲？你知影？因拢无插伊啊，迄个国务院咧讲拢无插伊。伊讲你若无个回应啊，我把这个事件交予阮国防部去，因交予国防部，国防部啊，伊讲。恁三天内若无处理，国防部伊家己要处理啊！啊，中共啊，迄阵安怎讲？伊讲好啦，去甲国防部咁要插手了后，伊就怎啊？伊就怎啊？
第二天伊就讲，啊你们建工啊好啊，恁互恁放互恁转去啊。这安尼拳头尾有大了无？所以足济代志，咱会伫遮拢无代志。咱的后壁山是啥物人？美国啊，军政府就是美国国防部。咱迄块车牌挂啥物 ？US 啊 ，MG 就是美国军政府。咱的身份证有请咱的身份证的举手一下，好无？啊，好，感谢。后边的号码写什么？你的号码几号？变起来看卖的，伊啊那是 US 啊啊 MD TCG 几号？好好，快紧，因为这等下，咱是啊美国啊国防部的支持的单位啦，所以爱甲大家讲，这是拢啊事实的代志。啊，因为恁已经上过初级班，啊，起码都啊高级班，啊，又过三天过啊，啊，咱起码都是要来综合。总复习啦，啊，可能啊，有的以前有甲我上课过，啊，有的无上课过，吼，啊，所以也无了解我自我介绍，我就是因为咱跑跑无嘛吼，咱迄个要做课，这个要做啥课程？诶，课程表内底有我的名嘛吼？啊，大家啊，要了解我吼，张文燕吼。啊，你有带迄个手机来嘛？啊，手机甲拍张文燕教授，安尼恁就知影我。你即马现来去试试咧，甲拍入去，啊，你就会看到我的资料，我的简单的资料啊，张文燕。教授，安尼就好啊，吼、哦，安尼我就免阁介绍，因为我伫研究所咧上课的时啊，我一定要求我的学生带笔电来。我讲到遐，你上网去查，袂使讲啊，你这個教授嘴甲。啊，讲甲全破了了，但是拢无影无一只。我你去查，拢会100%正确的。我才敢讲，无我也唔敢讲。这就是啥？高等知识分子拢爱这个要做啥？家己爱。家己检讨家己，啊，家己讲出来话一定100%负责。咱会使看高等分子，嗰天啊，咱诶，凡是你若是大专毕业诶，你会使讲算于高等知识分子一个。你讲出来言行要一致。人才会安怎信服你？为什么科批大家遐认同是安怎？因为伊的观念甲咱台湾民政府的宗旨完全一样。咱的宗旨是啥？大家知无？对。咱甲鼓掌一下，
咱的宗旨是为百姓设想，一切为百姓。科比的观念是不是安尼？伊认为迄个彼岸，拢咧甲财团挂钩。伊看到你讲安尼，血压高啦，爱去开会开到尾来讲，来休困一下，食一个高血压啦。所以，今日伊去台南。台南遐的乡亲甲围掉咧啦，所以吼、哦，所以咱比科比也较早，咱的宗旨都是为百姓设想。恁大家要来参加，足欢迎。你爱家己有这个心，爱有这个心，为。百姓服务，为未来的子孙啊，来创造一些啊，因的未来的要做啊，迄、那个要做诶愿景。一定，我们是要脱离啊这个。入欧啦，脱亚入欧啦。我们在这啊，咱诶，这一般受到啊流氓政府的教育，这个头脑啊，爱甲提调去，咱要诶思想爱去欧洲较先进的国家的资料，啊是因的做法爱甲引进入来。咱的目标是安尼。诶，科比，伊讲，迄个做啊，双子星，伊即卖想要改啥？四子星呢？伊讲的是诶，国际标呢？所以，伊的思想几乎甲咱足共的。咱已经无四年了呢，科比才无多久，对啊，恁回去把这个理念去甲你的朋友讲，来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啦，安尼好啊好啊。啊，所以大家来这爱有这个欢喜心。我要阁讲予大家知，这有诶可能无讲过，有诶唔知。咱迄阵啊，当然讲第一期上课，按我课表摆出来，咱啊。在我以前在流氓政府的思想啊，我去带功课，拢啊，大家去啊招待，啊个食饭，拢无敷衍呢，讲了个有，迄个要做。筹码会个啊，终点会，有一个纪念品，这就是。但是咱第一届来的时啊，秘书长讲，因为咱大家吼，咱这里是迄个革命团体啦，咱无要向外募款啦，所以。秘书长家己摕咧钱，我家己都要交呢。秘书长咧交啊，你甲咱讲啊，咱啊摕出来钱都要交呢。唔是恁来读册交钱呢，阮来上课，啊，搁来兼读册，
阿高子呢？啊，这无讲，予大家知，有诶讲啊，恁这个江苏以前过拢啊，诶，这就是爱讲予大家知。对啊，恁有教，我拢有教呢。啊，这都袂使，我袂讲，我都头拄啊甲你讲啊，我们是自视分仇，讲出来的话，我们都要自己负责。哦，所以我要阁讲一个例子，予你去比较吼。啊，流氓政府、革命实践研究院，我也去读过呢。他四天啊，五天啦，伫遐住，伫遐食，拢免钱呢。李登辉国事班，我也去读过呢。去遐免交钱啦，中昼时甲你穿便当啦，唯独咱这个所在，恁有交的钱，我也有交呢。所以讲，予大家知影者，吼，安尼才大家心肝上吼。事实上，咱遮个会做同心啊，大家拢共款，吼、哦。啊，这予大家安尼，就大家就足清楚啊嘛，吼、哦。实际上，你因为所有个要做。社会团体啦，你来办啥啦，拢爱大家安怎？甲咱邀请，伊一定会予咱钱嘛，吼、哦、啊，会予咱啊车马费啦，迄种有啦，啊，这种是很正常的代志嘛。但是来遮，阮拢是义工的呢。我有个人要甲讨名片，有啊，我名片予你啊，我。在国外吼，我叫用咱这个做啥？官方的名片啦，啊无人家讨名片，咱提出拢义工，甲即卖来邀义工啊。好，啊所以予大家了解安尼就足清楚。好，咱即卖个收倒转来讲，我甲恁所读的课。所了解的，我甲做一些 PowerPoint， 予恁搁较详细一下。哦，啊，咱即马就要照啊安排的 PowerPoint 啊，来甲大家介绍。咱的主张啊，咱的主张拢讲过啊嘛，宗旨咱。上课的时也无去讲到嘛，啊，我就是讲，以前咱上课的时无讲到宗旨嘛，啊，我伫闭幕式我有讲到宗旨，诶、欸，啊，即嘛开啊，我们等于是开班的，啊，就有迄个主张啊嘛，啊，咱即嘛我阁强调讲，有讲主张，咱的宗旨也爱讲出来。这是咱的宗旨啦，啊，所以大家清楚啊，因为是安怎安呢？人民就是爱安呢嘛，人民爱什么合理的，咱一定爱去做。今嘛，咱把13个法案拢完成了，咱已经完成了13个法案，哦，13个法案拢完成了，啊，但是。要不正式啊印出来啦，那正式印出来吼，迄个人会使予咱做参考。咱的目标，秘书长开出来的支票一定兑现。我有当时啊，哪一些场合内底咧讲，秘书长开出来的支票，如果你执政的时候。你是我们的推动的啊
知识也好，或是进所也好，开出来的支票你不兑现，因为你能力不够，换人，安内嘛。当然，有的要看各方面的情形而定了、啊，也有一个期间给你。所以我们在那个福利法案内底啊，拢有三读通过啊。咱话照众议院啊、参议院两个通过以后才算通过，已经都三读了。所以我甲回去甲你的亲戚朋友讲，我们几乎全部啊州郡啊，在啊小一点的单位啊，慢慢都啊那个编制啊啊这个结构啊，我们差不多都快完成了，所以我还没拜托大家。两件代志啦，第一就是讲，较少年的啦，像因这些少年的吼，咱甲鼓掌一下好不好？这些少年的，拜托因招一挂同学啦，来啦，因为阮要服务的时间啊足短啊啦，因安怎足短啊？阮拢七十几岁啊，啊差不多我。要回去了，所以他们要来给我们台湾人民服务的时间较久，所以鼓励说少年的有专业、来，这是第一条、拜托。第二个要拜托什么？请身份证啦，请身份证当然秘书长有开出来，41万份以前，我们这个叫做革命先行者啦。啊，人若领800块美金，你会使领偌济？1200块啦。遐大个要做福音，啊，你袂晓去报恁的亲戚，安尼大家唔知清楚哦。哦啊、这就是因为你都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啊，都有来上课，爱个了解较济，吼、哦，好，安尼咱个看到转来，啊来啊，咱这个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也不是我要讲的，所以我常常讲爱带，若要上课带笔电来，恁可以上网去看就好啊。啊，我这我是为报纸内底啊，把它啊摘录下来的。有看到这个报道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以前啊，一个哦。谢谢啊，其他拢唔知啊，就对啦。好，安尼好，哎，所以吼、哦，我甲大家讲吼、哦，有当时啊吼，我爱看报纸，我爱见吼，有当时啊，迄个要做迄个网，迄个要做啊，咱不一定爱看报纸啦，通常咱有的报纸都有电子报嘛，啊，你也可以找电子报，哦，在电子报里面也可以找得到，哦，国防部签大字，等于去想看嘛嘞，是安那安呢？
你看，多一个国家，国防部拢伫咧过总统府的呢，拢甲总统府斗阵的呢。啊，即马讲国防部衰败，大主去。啊，所以恁会去想到安尼无？一挂讲师甲恁讲的，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啊，讲要走路啊，啊，这就是显现出来嘛。啊，过来，啊，这大家唔知有看到无？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什么人？他去美国两年呢，两年回来，跟马英九说啊，大船离港论呢。啊，你们大家去想看看，这是什么情形？啊，这跟我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要说给我们的亲戚朋友较清楚的，啊，不然几乎大家都不知道嘛。小孩做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听到说大船入港啦，这样你不知道知道吗？是怎样叫做大船入港嘛？啊？美国讲卖美元的啦，带米粉啦，带牛奶粉啦，啊，安尼来的援助台湾嘛，哦，来的帮忙嘛，啊，所以。啊，这叫做大船离港。啊，人讲要下一代，恁大家有要下一代？平潭岛啦，这拢因拢摆好啊的，拢安排足好势呢。所以美国咧做代志吼，拢一步一步。啊，这大家都足清楚嘛，吼、哦！啊，后来，哦，这个那是足干巧的，讲玩什么？这个文字也不是我创意的啦，那是看报道，伊讲玩音的，这几项。联合国啊，迄、那个叫做伊个中共啊，啊，中国啊，伫这个联合国伊个附件内底啊，讲宣布讲有权收回台湾片哦，打压咱啊，这伊、個、这里、個、吼讲我们的主权，实际上啊，咱台湾介一点啊关系拢无，啊，这就是。因为做这个动作出来，啊，当然是安怎会安呢？因在想啥？真乃是要影响世界这些小朋友的国家，慢慢啊注下啦，慢慢啊。甲这些小朋友国家讲，你若有机会要投票的时啊，爱投一票讲啊，中国有权利要来收回台湾甲澎湖啦。因为习近平
去日本，迄阵啊也未做啊，迄阵啊只富的尔，唔是做啊正的总书记哦。去甲天皇讲讲什么？伊讲。但我有一个 PowerPoint 要给大家看吼，啊，较慢诶，去甲讲到遐只，我先讲，互恁一个先一个概念咧。啊，咱只迄个 PowerPoint 给大家看。习近平因为伊去美国，迄阵啊是富的。美国安怎甲讲你知影？讲你转来都爱较注意哦。甲习近平讲，你转来。爱较注意，是啊，爱较注意。习近平三届死无去呢，这大家咱家有个人较无了解啦。是安怎三届死无去？因迄个伫四川有啊，因遐个怎啊？这个薄熙来的卡，这个迄个武警头子走去，迄个做成都领事馆边，你们来知无？迄个时阵，伊就甲这个秘密甲领事馆讲好啊，领事馆就啊，美国讲好啊，啊，迄个才过去互人抓。伊迄阵啊，迄个左勇看派迄个怎啊，三十只车的战车要去抢，你知影？迄阵啊，就遐嘛发生美日嘛，这个中美战争，伊若冲入去领事馆，啊，就无法了嘛，啊，等于因怎啊放互因去啦，无发生这个事件，啊，邀请。习近平来美国访问，啊，因美国方面甲讲，伊讲你转去吼，啊，顺便经过东京吼，啊，去看日本天皇。因伊甲讲，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伊讲好啦，伊去到东京时，叫东京的外务省安排。外务省安怎讲？讲。要见迎阮天皇，你半年都爱拜啊！你即马来讲要见，哪有可能？伊才拜托美国安排，啊，美国有甲安排，啊，就去见啊。甲天皇讲，即马中国经济较好过啊，伊想要来买台湾平和啦。啊，天皇讲，啊，阮祖先都从来无咧卖物件呀。啊，所以怎啊，忙嘞怎啊，就回去啊。因为我这就是讲，因要用买啊，也无可能啊啦。啊，伊即马就讲看联合国这方面吼，看有机会无啦。啊，就是讲原因的嘛。啊，伊会使安怎？伊都按算钱要买啊。伊甲这小朋友的国家讲安怎呢？啊、台湾甲朋友甲恁敢无关系？伊讲啊，阮也无关系，啊无关系，足简单。恁甲我登一票，我甲你起一条高速公路。啊，恁若小国家的做当政者，你会支持啊未？我讲啊，我甲你起一个国际机场，我甲你起一个高速铁路。大家若敢登一个票尔，但啊，无因对因来讲也无损失啦，会成也未成，这就是原因的啦，吼、哦，这个解释就是原因的这个方式啦。啊，这爱和大家玩清楚哈、哦。啊，事实上吼、哦，实际上跟中国一点啊瓜葛都没有，啊是家己吼、哦，在流氓政府。啊，要去甲因南做伙啊！哦，啊，这道我要讲一个，予大家知影咧。三月三十，
今年的三月三十，太阳花事件，大家唔知会记得无？偌济人站出来啊！全世界啊，较先进的国家，拢有站出来。美国才惊到啦，这些少年呢出来不得了，伊才讲赶紧国务院啊，叫这个啊助理国务卿，这个是咧管啊亚太的助理国务卿，所以讲伊伫遐发表。罕见，什么叫做罕见？从来无讲过嘛。即马讲要予咱吃，要予台湾自治。哦，啊，要予台湾自治，伊就是啥？英语是啥？哦 ，autonomy 啊，就是讲予恁上面有人呐、啊，因为。有一个机会啦，咱就有当时啊，拢甲不同的教授联系。有当时啊，咱这边啦爱办什么活动啊，请伊来甲咱上课。拄啊碰到一个台大的经济系教授，咱甲讲起，伊也认同，伊讲。啊！恁以后，搁是刷落，恁是要行位带去？伊跟你讲，咱接政权了后，刷落搁行带去。我甲讲，咱这是天皇，就是这个土地，啊，咱就叫啊，这个城市成立民政府啊，然后由啊天皇来啊。把我们尊重他啦，我就用比例 较简单啦，说跟加拿大一样，加拿大是英国的什么？他们是他们的叫做、啊、国协嘛，他们叫做以前、啊、大英国啊，联邦嘛，吼、哦，因为国协嘛，吼、哦，啊，这都是啥？我讲啊，拜台湾就是跟大日本国协同款啦，吼、哦，咱出去就是台湾嘛，啊，咱缅甸有啥物？缅甸有啊，日本，吼、哦，因为咱圣公。未来吼是安尼，咱现在还是在美国军政府啊辅导下的单位啦。吼、哦，啊，伊迄时间问讲，伊这拢知未来要安怎做啦？啊，恁是不是要独立？讲无啊，绝对无独立的。啊，独立都要甲美国战争啊，哪有可能？吼、哦，啊，这大观念哎，啊，是不是建国？这建国还未杀你，土地都唔是咱个啊，咱要去建国。那家秘书长点啦，你介绍讲，恁住伫国宾饭店住六七十年啊，讲啊无咱招招个住伫遐个人，讲招招个讲啊无咱来标国看卖国宾饭店是啥物人个？那现在杀你，未杀你嘛？这个土。国宾饭店都唔是你的，啊，你那也无迄个所有权，恁住伫遮是来立这个做啥？啊，等于是啊，迄、那个费用尔，恁来住的住的算租金尔，啊，恁哪有权利来决定这个代志？所以，爱大家我爱足清楚啦，咱就是伫这个。情形下，咱是跟大日本
帝国内底的邦人啦、啊，联邦啦、啊，哦，这个观念哦爱有啦，啊，这就是因为美国，我听到啊，阿伯啊，那是太阳花骨出来为要安怎，要先爱讲个清楚一下，所以我爱让因知影一下，哦，这里就是给大家。哦啊，这就是因为这个情形啊，希拉里伊讲太依靠啊，依赖中国的话，台湾会变啊，比较会脆弱。这就简单啦、啊。所以咱家有诶讲啊，你是虾米学者，虾米学者，吼、哦，讲解签啊，一话诶，外好都外好，虾米拢挂，迄拢是买办啦、啊，因好啦。人民无好啦，讲一个较简单的，中国哪敢一个大水库的，台湾哪敢小水库啦？啊，那甲拍通过去，台湾的水都流了了啊，都是流的大水库去啊，咱会外好？恁大家去想看卖。你若有田园吼，甲挖一个较大个吼，创一个水库，啊一个甲挖一个较细，啊遐甲打通做实验啦，实验看会安怎？安尼唔知道大家有足清楚无？我、啊、一定大水库你都较深嘛，较大嘛，迄大一定是较深嘛。哦，啊，血窟就一定较浅嘛。啊，你若甲拍一个通气，啊，就流了了，拢流去大窟去。啊，你血窟就怎么样？打去啊的。啊，这足简单的情形，啊，大家拢唔知啊。讲好，甲中国外好都外好，这拢是咧买办啦，遐买办咧好。哦，啊，这就是，吼、哦，我予大家参考啦，吼、哦。啊，咱即马讲到这吼、哦，啊，咱啊，这个日本首相啊，安倍吼、哦，对咱我足清楚。我会记得第二届去第二，咱即摆去四年啊嘛吼，诶，我会记得那第二年迄阵啊，咱有去，伊我派一个秘书有甲咱到阵啊食过迄个大众吼，啊无甲大众吼，咱遐。咱遐要做同心讲啊，阮是知啊吼，讲啊，因所以讲啊，因对台湾民政府我足清楚。以前伊也未做啊首相的时啊，啊这秘书长转述了，讲。美国这方面，甲咱问，日本的政治人物，倒几个恁较熟悉？啊，咱有甲介绍两个嘛？啊，安倍，我伫内底嘛。啊，所以，那会使安尼讲，那会使安尼讲，咱有。个介绍嘛，啊，所以伊就我因为伊较少年啦，伊较少年，吼、哦，所以伊我个做啥，伊我个回国呢，伊是回国的首相呢，日本我足少，足这个情况，那不是美国我咧个支持，敢有可能这个情形？咱大家唔知会记得咱台湾的现象无？以前
咱咧奖励外销嘛，讲到咱咧台币应该要贬值嘛。你个讲袂使哩，你哪会使贬值？伫哩甲咱啊，伫哩甲咱啊，咱升值甲25块几，大唔大会记哩无？唔知大家会记哩这个情形无？应该大家会记哩才对啊。唔知啊，举手看卖。好，谢谢。啊，无举手的拢知影就对啦。啊，都捌安尼，伊是安那要互你直直升值，伊无爱互你讲物件阁未来美国啊啦。你都要互你升，啊，你看，迄、那个汇率，当然，彭淮南。伊功劳足大哩，上头马英九要甲换起来呢，美国讲袂使哩，啊那乖乖啊，美国讲袂使，全部甲换，一直无甲换啊，本来啊，中央银行总裁啊做遐久啊，这就是，伊就听美国嘛，叫你升，伊就升，叫你落，你就落，哦，类似安尼啦。好、哦、所以要甲大家讲这个情形，奈日本即马贬值遐厉害，那无美国咧甲支持，去世界伊个金融会议上，美国都反对啊，但也放你直直落，即马就是要互你。啊，这个叫做啊，安倍晋三，互你较好做，互日本的经济国起来，你才来增加这个经费，伫这个把这个自卫队啊改为正式军队来到过这个台湾平湖啦。你俩目的是安尼啊？啊，这就是互你直直日本的经济方面啊，直直好起来啊。无遐好打。安倍讲，因遐的众议员，我要改一个啊，这个自卫权要解禁的时啊，大家拢反对，无通过。然后恁这众议员全部辞职，有啊无？这盘是足大嘞，着，是毋是安尼？你若阁选输去，伊就下台啊嘛，伊就政治路线就无啊嘛，伊往咧盘呢，啊，这是安怎？跟美国咧斗三江啊？所以，伊把解散啊，迄、那个日本的众议院重选，啊，即马算出来成绩也足好。这拢那无美国咧斗三江啊，无可能的啦。我讲一个秘密，予大家知。那个阿扁在算的是啊，美国有个秘书长讲，阿扁的头赢了30000票，啊有影无？有影，赢28000票嘛，阿扁啊，啊这拢是安尼，还袂算进程度，过来。蔡英文在算，美国甲民进党蔡英文会输80000票。恁迄阵啊有来参加无？若有就听到啊，对无？咱迄个做啊，迄个做咱叫做啊，万年会发表嘛，
迄阵啊，秘书长啊，足惊嘞呢，讲哎、欸，啊，我若传播出来，啊，若无影要安怎？大家先讲啊，秘书长乌白讲，是毋是会安尼？伊也讲出来，迄阵啊，甲我问啦，讲哎，安奈美国两摆较准啊？我甲秘书长讲，秘书长，你毋是讲？咱有 CIA 两千个伫台湾，第一摆送伊啊，阿边啊咧窜的时，伊就问见嘛。欸，啊，即马现在啊，因遐个所读的资讯问见对啦，啊，差异数甲啊有诶甲检检的，啊，电脑再跑一跑出来就是答案啦。阿边啊咧窜都很正确啦。啊，起码阁用来蔡英文也一定很正确嘛。哦，伊讲安尼哦，起码就是安尼。所以大家爱了解，你看科批的总干事什么人？伊安怎讲？要选以前啊，讲会赢偌济？伊讲会80万票啦。哦，迄阵人有影考批到他感冒咧，是话讲，哎，你是咧惊收济票啊？才迄阵人我紧张一下嘛。啊，这就是讲，实际上，咱我爱有这个观念，这就是。这个科学加迄个技术加电脑的进步啊，已经啊，加这个成熟的这个阶段，所以做民调吼啊，拢会蛮正确的。啊，这就是我要甲大家。强调，咱要要阁拜托大家一个很大的挑战。什么挑战？啊，唔知有看到咱顶联合报、中国时报讲泄题啊无？有的牙齿看卖的，好，感谢。哎，啊，那叫做泄题。这就是讲，美国伊要阁做一个调查啦，因为。因内底两单位咧吵袂好势啦，讲阿无用这个民意调查的，所以咱即马要分落啊，大家试看卖，咱都高级班啊，已经上课最后一节啦，咱来测验看卖家己的。看会提几分，咱无要收倒转来吼。咱即马要拜托咱的工作人员，甲分落啊。大家拢卖讲话，予十分的时间，你家己啊，咱的无要交的吼，无要交的啊，做一个拢分落啊吼，咱拢分落啊吼，啊分落分落。要做一个吼，家己讲你来上课上了啊，啊，你的看法是安怎？这还足重要嘞，这还是一个挑战。啊，第二本来歹，嘿，第二本来啊，无摕到就对，一个人摕到吼，一个人摕一分吼，啊，这边无，这边也无，啊，这也无嘛吼，来来来来，嘿，因这边无哈，哦。
转落去可以家己分啦，可以家己分吼。哎，啊，咱即马提到吼，拢卖讲话，我予十分钟的时间吼，恁家己思考一下。那敢讲这就是测验啦？吼，测验，你的啊，认为安怎？啊，咱了啊，咱再来对一个答案。啊，大家来家己讲啊，安尼我。来读册，来读两期啊，初级班、高级班拢读了啊。啊，这个若分落来啊，啊，答安怎答？哦，啊，卖讲话吼，啊，卖看别人的，你家己因为这也无要收回来啦。哦，啊，要给大家来了解，啊，来分析。啊，有无必要我举手一下吼？哦，没有必要。来，多谢啊，无必要，搁举手一下，阮我有必吼。啊，用了才交，搁交倒转来，吃一下吼。哦，啊，卖讲话吼，卖讲话吼，卖讨论，快紧，因咱确定啊要对答案。吼，啊，你家己着几条，咱也无要收回来啊，啊，这也无咧做成绩个啊，是要予恁大家，恁有可能会去接到这个文件啊。
咱迄个做好诶，举手看卖者。啊，也未好，无要紧，你搁做吼。啊，搁两分钟，好好。啊，无安尼好，咱来对一个答案的，啊，家己评分吼，看你着几条，吼，啊，咱来看吼，咱第一条啊，啊，你啊，以前讲恁祖先吼，吼父母然后爱祖母吼，啊。双方是否在这个1945年9月7日，啊，为中国来？啊，看是啊，唔是？啊，那是唔是？哦，啊，如果是的话，吼，伊讲为第二条才开始作答啦。啊，那唔是，你都爱个滴滴落啊，都对啦。啊，当然，这都是啥？因为1945年4月7日，啊，台湾已经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实施啊明治宪法，在台湾选。有选三个参议员去东京开会，啊，佫选五个众议员，给台湾有参政权。啊，那和台湾人民有参战权。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四个拢总39,100个。在日本东京靖国靖国神社在那待在那裡，所以我们去都去给我们的本土台湾人那些为就保护我们这个台湾啊战士的啊在那里给你啊服侍啊，这是啥？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天皇啊，伊看到两粒啊原子炸弹，伊讲死遐济人，怎啊讲啊？伊停战啦，投降啦。这个时间以前啊。以后来的是啥？要来接收的啦。所以在这个所在，我补充一个，爱让大家知。流氓政府要把这个代志啊，讲，迄个叫做，咱细汉的时啊，甲咱讲啥？愚人节是什么时阵？啊，是安那有这个愚人节？伊要讲4月1日所宣布的，拢无算，还拢骗人的啦。安尼你大家清楚无？啊，都中国人伊要甲你教，讲4月1日宣布的法令拢假的啦。
拢骗人的啦！你这个创一个4月1号愚人节，啊，这都啊啊，光复节是当时，对啊，啊，伊那是甲你骗的啊！啊，讲有光复节啦，咱是战败国的子民呢，唔只228事件。大家讲哦，来请愿哦，啊，回归祖国哦，恁咱这的新书啊，咱这的各地方的头兄，大家带啊带队来去请愿哦，请愿入去全部回来啦。你是战败国的子民，只有接受命令，你出来游行。出来反抗，机关枪架咧都甲你扫，你来请愿拢甲你关起来，而且甲你要做啥？手拢甲你卷铁线，脚卷铁线，甲你关关落去淡水河。世界各国敢有咧出来作声？有啊无？啊？无嘛？伊甲咱改。刚才用一道命令啊，在这个啊，1946年啊，1月12日啊，一个行政命令讲啊，恁这的老来这的啊本土啊，等于日本的台湾人，就甲恁改做恁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啦，咱即马大家。流氓政府这条身份证拢是啥？国民嘛，伊大家拢也毋是公民，大家提来看卖是毋是国民？咱咧读册时间讲啥？讲20岁就是公民啊咧？啊，敢毋摕到公民身份证？两个国家三界抗议，啊，个加拿大个特别。出来执行，讲有咱这的怎，恁要改有没有给人民自愿、家己意愿要改的？啊，有迄个申请书啊无？啊，所以这种什么情形？咱大家有看到迄张公的迄个公文嘛吼？有嘛吼？上课一定有。咱的讲师一定有给大家看的嘛，有看到牙签看卖嘞？喂啊，我有诶，啊，有公布吼？啊，无咱只拜托迄个咱的迄个同心吼，佫麻烦的，迄张公文啊，这边较看无到的吼，咱就佫好看一下，安尼，迄就是啥？把咱改到，把咱改到行政命令呀，用行政命令把咱改到变啊、国籍啦，变啊、咱的国籍啊、改掉去啦。这就是要甲大家讲的，这是拢违法的代志啊。所以莫怪吼，迄、那个美国把咱讲爱去办。新闻证，好、哦、啊！这大家翕翕当的啊，我会使去甲你的朋友亲戚讲，咱摕一张新闻证吼，都、就是安尼摕到，所以你无法度去请一张公民身份证啦。恁是啥？国民尔啦，伊甲你讲恁是国民尔啦。啊！再去秘书长讲，咱咧选什么总统啊？大家搁选较欢喜个，选流氓政府的总统，所以，迄、那个郝柏村甲连战，讲柯P是什么？黄民呐、啊？哎呀、啊！
你袂使来选，即句讲无出来。你袂使来选中华民国的台北市啦，的首都啦。啊，这是确实啦。伊阁讲你是皇民，袂使来甲阮选。这阮是咧选流亡政府的市长啊。啊，尾下迄句唔敢讲出来啊。安尼大家有清楚无？啊，你看，你看这张，这张，说一例啊，恢复国籍，哦，这样，这哈，哦，啊，这哪讲？这张哈，这里是强行将台湾出民改为中华民国国籍。好，咱搁转来，看这个第二条，哦，啊，第二条，你知影中华民国的国籍是啊，安怎摕到无？啊，你讲知影啦，啊，就是这个情形啦，哦。头拄啊，予大家看迄份啦，安尼大家有清楚无？这是强迫的吼。啊，第三条，吼，你甲恁的祖先啦，吼，跟阿公父祖辈的这吼祖先吼，自愿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的公民啊，是毋是？是。啊，你啊，这。你这个吼，啊，咱就是伊这就是强迫的嘛，唔是嘛？啊，个第四条，哦，啊，你的父祖辈啊，甲这个祖辈的吼，当然有没有更改日本的姓氏？有。哦，啊，这实际上迄个时阵有诶有改啦，啊，有诶无改啦，哎，啊？你讲什么？啊，当然，咱即马就是要强调，迄阵啊有这个优惠，然后有介人啊，我所听你讲啦，较多次的人啊，拢有介啦，较睁开的人有诶无去听到啦，伊讲要互恁。大家有优惠，吼、哦、啊！改到伊所以要改日本啊，这个叫做啊日本姓啊，因为咱的标准答案讲有啦，啊有就是什么？迄出来的话就是可以给你们改嘛，哦，有予咱自愿改嘛，啊，予咱自愿啊自愿改的是啊，啊，咱有诶吼、哦、姓曾啦、啊。今天我脏吼、哦，我也猜安怎下，也猜安怎，都四字尔嘛。你若甲讲啊，你改四字，你就等于日本人啊嘛。啊，因为我文彦吼、哦、是叫做福明希口嘛。吼、哦、啊脏，咱袂啊甲改个工厂希口，安尼就是四字啊嘛。安尼你知啊？有诶姓曾嘛吼？伊讲曾根啊，什么？讲所谓根，就是讲因祖先呐。安尼唔知有诶拢安尼改啦，吼啊有诶就改到咱啊咱一个公司伊讲诶做啊。因有这个日本名，哦，啊，就是有诶讲啊，大山啊是啥，河边，哦，因靠遐个，嘿，拢有遐个做类似安尼啊，啊，就是四字诶，吼、哦，四字诶啦，姓名四字诶。
哈哈。哦，住袂使哩吼，啥物住，啥物住袂使吼。诶，啊，拢我知影，查甫诶拢有啥物文胸啦，啥物胸较济啦吼。后来无要紧，迄个另外诶迄类吼，咱即摆过来，过来看落来吼。啊，这吼，咱啊拿到问卷诶时啊，咱拢话爱表示讲有即个互咱改吼，因为迄阵啊，我有讲啊，互咱改嘛吼。啊来，啊你即摆就是讲，吼。你赞成使用国际法甲这个战争法处理啊二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国际地位无？啊，当然，咱即嘛都是免用刀枪，甲日本政府赶好走，安尼都上好啊！啊，就是依照国际法啊，甲这个战争法。啊，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啊，伊爱离开啦，哦，啊，过来，啊，你是否啊认为应让本土台湾人啊参与公开自由投票，吼、哦，啊来表决，吼、哦。啊，来就表达台湾人对啊台湾及台湾人民的主权的自治权利哈、哦。这都爱哈，这爱讲个清楚哈、哦。有的人一定跟你讲安怎，咱爱安怎独立啦，绝对袂使了独立。就是跟美国安怎战争，我这里要讲简单，李登辉政府啊，李登辉总统在做总统的时候，要会审有啊无？啊，要会审，美国讲啥？袂使哩呢，即卖也有台湾省呢，哎，还有台湾省政府呢，哦，啊，林郑泽不加同事过啦。甲董事过啦，因为伊做董事，我做董事，一个大学我做董事，伊也做董事啊。我同事过，迄个人是袂歹，但是感觉拢做一寡啊违背，应该是出卖台湾的啊精神啦。应该安怎？用。把老百姓的钱，把郭冠英，搁加父子，啊，搁予退休，这啊拢在领。伊个郭冠英，迄个要做啥？做一个要做咱政府派的啊，美国的一个参，那讲，外等于外交官啦、啊、吼，嘿。啊！伊就拄仔咧，甲你拢甲你写迄个连书啦，写一寡遐拢咧骂。啊，所以讲转来了后，才把他撤职。啊，撤职了后，又阁会使复职，啊，阁会使阁领退休。所以讲，林郑泽最大的败笔就是这件事。甲即摆伊也无要承认咧。啊，所以讲以前的同事，我若拄着我会甲开骨。好了，来，咱即摆过来看。啊，这咱就是啊，对嘛吼？啊，来第六条，咱阁看了吼。啊，第七条，你自认为啊，日本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或其他人，如果有其他选择是什么？当然有这个的时啊。咱所选择，咱是选择啊，日本台湾人，哦，因为啊，父子辈的都是日本人。要讲这个，要稍微补充一下。啊，
当然我头啊我有讲过很好的啊，有的学长，我一个学长我杨教授啦吼，啊我伊甲我讲，哎，张教授啊，你即马咧变什么啦？卖变遐有扛无算的啦，啊，因为因拢领18%的咧，吼，啊，当然伊爱甲我讲啊，啊，我只。伊安那个讲较无客气个讲，地主啊，白做你知吼？吼、哦、啊，这个遮严重啊嘛吼、哦！啊，我就好啦，我等下，我出生伫成功乡啦，台中迄阵啊，成功吼，成功乡吼，北庄北庄吼，北庄村，阮阿公是咧做保定吼。啊！我去查，阮的迄、那个，咱都较早，即马拢几乎拢往阿波拢拆拆起来嘛，拢浸塌嘛吼，大部分啦吼，拢拆拆起来浸塌。我去看阮的防空，迄、那个叫做，迄个做骨头翁啊吼，去落去巡吼，看两个写啥哩呾，写唐山祖啦。啊，找无唐山吗？安尼恁，唔太知影无？我哪有可能把我的自己的身份、家己讲家己的祖先的代志，啊，要去证明看卖，讲我是唔是确实是叛违背祖先？啊，都找无唐山吗？写唐山祖啊，两个来尔啦。啊，所以，啊，阮若是无顾坐大位啊，若是妈妈过身去，都爱请阿舅拜托因来封顶呢。阿舅的教者会使顶顶的呢，去甲拜托，伊讲阿免啊，恁家己处理就好，安尼好，安尼会使。伊都若无要来，啊，都较远所在都，互阮。家己处理，吼、哦，类似安尼，迄就是啥？平埔族啦，咱拢平埔族啦。啊，佮迄个做啊，咱即个做台北林玛丽，伫马偕医院，伊个 DNA 的研究报告内底。咱头10%啊，80%拢是啥平埔族的啦，的血统啦。啊，所以咱到底是啥物人，咱都足清楚啊。啊，因为我叫迄阵啊，我叫阮爸爸叫阿多桑，叫阮妈妈叫卡酱。啊，阮妈妈甲我话讲，呼咪哦，呼咪哦，啊，文叫做呼咪啦，哦。啊起来啊，燕就是 Hiko， 我若去查讲，我到底一本名，伊叫呼米俩，啊，搭燕是安怎？啊，这文燕吼，日本话足济著名的学者，甲著名的专家拢是虾米虾米文燕，哦，类似，安尼啊，我虾米人？安尼大概我就是我是日本人嘛。日本的台湾人，好来，咱过来看，这头讲吼，你是否啊认为台湾请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绝对袂使的哦，哦，这无讲哦清楚吼，大家讲我独立啊袂使，你然有讲过？有讲过啊？你迄个要做啥？迄个美国啊，迄个美国的迄个厄瓜多啥？美国的一个西班牙割让和美国啊，啊美国的军事占领啊，起码讲要叫人啥？
啊，波多黎各，对，波多黎各安那，迄阵安怎迄类？现在美国伊拢拨钱予伊嘛，讲500美金，啊，所以讲因遐过了足好势啊。啊，那独立伊才爱去买军费，啊，佫爱交税，因爱买，啊，这就是咱啊。但无必要做啥独立成立啊，成立这个。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这题目，那是被自治了。我们自治是日本啊，大日本帝国的一个邦联。哦，咱家有讲嘛吼，星球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是吼，哎，邦联嘛吼，啊，过来。第十，根据你的啊背景认知，你认为台湾是否寻求成为中国或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绝对不对的嘛吼！咱介伊咱无关系呢，一点啊关系都无。啊来，你喜欢自认为是哪一个公民？啊，咱这就是要用哪有四个选择选项，咱就是讲台湾啊。就是日本联邦，好，诶，公民，吼，日本联邦。啊，来，你最喜欢台湾成立啊，自以为哪一个状态啊？让起日本的啊，邦联国，哦，这就是，好，啊，这，啊，安尼，中到牙手的，好无？哦，谢谢，哈、哦，啊，就十一条的，后来过来就十条的，哦，啊，就九条的，哦，啊有就八条的无，哦，啊过来有就七条的，哦，安尼。大家拢是八条啊以上啦，吼、哦、啊不要紧，啊咱即马就是这拢带转去，我爱甲你的朋友、亲戚、50倒算团，吼、哦、啊咱即马过来进入个，吼、哦、咱因为做老师做久啊吼。哦迄、那个上课袂使提早下课啦，咱换甲照时间吼，迄、那个3:30，啊我袂使迄个延长呢，吼、哦、无延长，就甲3:30，咱就结束吼、哦，啊咱要几分钟过来复习一下，来，咱来看咱原来的所在吼。哦，因为即马看落来较轻松啊，伊就要走啊，所以甲中华民国的法规啊，拢删除啦，啊，伫遮吼废除啦。你看，伊即啥国防部，那么总政战啊，那么是啊，我们这国防部啊，这里总。政治作战局的条例啊，删除了，废除了。这个吼、哦，你若要上网啊去查，你话叫你的朋友上网去查，伊讲啊，这拢恁家己引来的啦，恁家迄落，啊，你讲啊无安尼啦，上这个网站啦，全国法规资料库，恁家己去查。哦，大家即马足简单，上网啊足简单。有诶，我会使安怎呢？语音上网，哦，用手机语音上网，甲讲者讲啊，全国法规资料库，啊，伊就出来，啊，你就落去看。哦，咱这就是拢啊，这都咱头拄啊看过啊嘛，啊，都国防部都换台的去啊，啊，都大船离港啊。
啊，这就是一直显现出来嘛。哦，啊，来看这，你看，遐济啦，咱这吼、哦，啊，直直拢，直直删除、删除、删除，吼、哦，啊，过来，过来删除、删除、删除、删除，拢直直删除啦，吼、哦，啊啊，这是熟悉啦，哦，啊，过来，那边翕相的过来，过删除。哦，啊，这拢是删除嘛？好，过来，咱这么过来哦。嘿，哦，啊，过来，搁删除哈。啊，第二删除啊，就是大船离港啊，唔得删除。啊，弟弟，哎呀，啊啊，这等下，予你的亲友看吼，伊会错一条啊，系啊，系啊，啊，是本来来错两条啊，真正是本来来去错两条啊，迄家己讲出来啊。我啊，弟弟删除啦。啊啊！因在流亡政府，阿伯阿伯，因家里阿伯迄落，但你别安尼迄落。我讲者较简单嘞吼，实际上那是正确的、真正的政府啊，一定爱有这个预算制度。那会讲，哎，要选去到啊？公告人员，你著加几趴，啊，都无迄个预算，先加加咧，好过再讲。用行政命令加薪，安尼敢袂使哩？啊，绝对是，迄、那个做讲一下歹听是野蛮嘛。他执政权在他的手上，他要怎么搞？你都无法度，这哪是安怎？他们要怎么搞，就你也没有办法。是安怎去跟人签的？哎，科批也去，迄、那个做啥高血压？开会开到一站，讲哎，伊高血压要来吃药，休困五分钟，有啊无？这就是啥？看袂落去嘛？那刚才在讲的八国联军，赶快定下要做啥？迄、那个、迄、那個、不平等条约啊，去甲财团定下不平等条约啊，所以这就是安尼。你讲要安怎？啊，我也不知道要安怎。吼、哦，因家己都有法度去处理啊，伊就是学别来啊。啊，即卖哦，即卖是这个所在啦。这足早足早，我直接直直讲，大家拢无啥相信。啊，即马都主行啊，迄个时阵都有啊呢。啊，我话讲足久啊，这个啦，这个所在啦。啊，哪会选这个所在？恁知影无？因为美国讲吼，我若宣布落啊，台湾才会走咧啊。他有300万人可能会离开台湾，300万人啊！美国的估算啊，恁爱找一位啊，予因啊安身之地啦。啊，伊讲中国讲啊，那无爱咧，啊无爱那无爱紧啊。遮个人呐，走去山东去，走去啊这啊。四川去，走去云南，走去贵州，走去啊做啊辽宁，啊，甲你走走去，伫遐咧甲你起革命，恁着他感冒咧烧，遐咧革命，遐咧革命，你着不死啊你啊，是毋是安尼？啊，伊讲安尼好好，来遮上好，这个所在啊，恁遮走来遮较近嘛，啊，互恁来遮，
你若伫遮咧乱，遮甲你炸掉去，你都伫遐咧乱，你也无法度啊！啊，袂去乱到因内底啊！哦，这个所在要互恁去乱啊，无要紧啊！而且讲共同经营、共同开发、共同管理、共同规划、甲共同分享。哦啊，这就是这共同啊！哦啊，这拢共同啊！这代表会用你呢？现在你伫平潭，你那是医生，你我因呢我认同，你的执照会使提下用。哦，啊，恁都爱到平潭啦，啊，差不多拢规划好势啊，啊，因遐我拢头拢穿好啊，哦，拢伫遐吼。啊，咱即马要来看看一个。看这个电影，给大家啊，影片吼，给大家吼，较了解，不是刚才我咧讲啊，给大家听影片者吼，啊，大家清楚者来。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5花8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啊，这咱都足清楚，原早就是美国甲中国已经讲过啥，因要去推这，哦，咱过来看一个报道。伊迄个要怎啊？咱的台商底下受骗的情形，来，咱过来看另外台商受骗的。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
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陷平，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的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安尼，大家看了足清楚吼。我要帮补充一个例子。我拄啊，我头四五年前吼，我本身我是仲裁人。仲裁人，大家唔知猜无？这个仲一个人字旁，在一个中啦吼。仲裁吼，仲裁人。啊，仲裁人拄啊有。我啊有一个诶活动伫北京，因遐也做北京诶仲裁协会啊，甲咱台湾诶啊中华民国诶仲裁协会去。啊，我迄阵啊，我是讲好啊，来去了解看卖者。啊，去甲因迄回因来参加有迄个北京吼，因迄个人民法院诶法官啦。啊 ，Q&A 啊，你问的是啊，我举手甲问讲，请问哦，那大兄在打官司啊，拢判输，问因的法官啦吼，因的法官怎讲呢？讲违背中国政策的，拢判输啦，啊，当然是啊，当然。哎、欸，啊，头拄啊遐无安尼咧讲，头拄啊，迄我可能袂解透早吧，哦，伊安尼讲的嘛，哦，这就是什么情形？我搁伫国外，我嘛伫国外玩足久吼，啊，伫上海去的，拢走去国外啊，玩咧做生意，啊，有咧甲阮买物件，我。伫国外，我有工厂吼，啊，伫干买物件，啊，较熟个咧，啊，上海啊，拢会，我会讲代志啊。伊讲因国校啊，的册内底啊，有写到啥呢？写到讲中国的人民较歹过啦，因家己承认讲中国的人民较艰苦、较歹过啦。是因为蒋中正把咱中国的黄金拢载载去台湾啦，所以台湾才会比咱较好过啦。这就是啥？要制造仇视，要制造这个仇视。啊，因这些法官从小学培养出来，啊，你台湾来，你以前。敢抢黄金去，啊！我即摆甲你抢倒转来是应当的啊！啊，这叫啥？你都恁以前违背中国政策啊！恁敢黄金敢载载去，啊！恁来拄啊好，俩恁来算账拄啊好。
好，哎，简单，这是我的经验啊，和大家我知影一下吼。啊，这就是啊，这个外国人我足天真的吼。太阳花咧占行政院的时光啊，这俩锁入去啦。啊，伊话袂歹呢，中文看有呢。入去遐行政院遐个官员的拖甲开来看卖，讲发现到一张啥啊？这个要做啥？公务人员啊，高等于行政院咧上班拢是高等公务人员嘛，高阶嘛吼。其他咧啥？造假啦！这大家知影无？伊吼设计一个惊大家吼，伊讲上班的时啊，爱去点因的迄个先导吼，讲爱按赞赞赞赞。伊家就是公车嘛，你看每天吼正验一点通的新闻的资讯吼，啊，拢爱至少爱点五十摆。啊，若有点的打勾啦，啊，无点的讲啊，你小姐好啊，是小姐，啊，你看拢咧骗啦，所以讲。你望政府所做的代志，拢是骗的。你看，看有严重无？啊，咱咧交钱啦，因要爱安怎舞就安怎舞。高速公路都拢起好啊，会叫财团设一个扫描器，和财团咧收啦。啊，搁遐做人售票员，搁唔插伊哦。迄实在看到实在足伤心，真正足苦，真正足苦。啊，所以讲好哩，天佑台湾，可比对啊，啊慢慢啊去清算。啊，就我头拄啊讲过，可比的理念，咱比较头前，因为咱无去。去后怎啊？荷兰执政一下，那荷兰执政一下，你才大家都会展现出来，诶，理想拢同款嘛。咱的宗旨是啥物？为百姓设想。可凭哪呢？伊就是讲，你袂使互企财团拢摕去嘛。哦，啊，伊那是讲，爱人民啊有有利的。爱好人民嘛，哦，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拜托两件代志啦。第一就是讲介绍较年轻的啊，有专业的来上课。第二就是讲叫大家进来请啥身份证啊，感谢大家，感谢今日到这。